走了走了，宝贝，不玩了，我们走了，我们要出发了，去把美人鱼的妈妈叫来好不好？我们去找美人鱼妈妈，出发。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千岛湖了，第一次带着宝宝亲子游。哎，不对，我上次还去了安吉呢。反正这是他第一次的长途的旅行。我们要自驾5个半小时，加上堵车，估计6个半小时吧。所以我非常的担心，这次我就买了超级多的零食。Amber 啊，哦，你要吃饼饼吗？要不要吃饼饼啊？你要吃饼饼吗？哦，不要呀。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区里面等他拉屎。哎，你自己换布布好不好？每次只要出门，每次只要出门，他就会拉一泡巨屎。谁能在我车上拉屎啊？只有你。如果干得开心，你就拍拍手。如果干得开心，你就快乐拍拍手。啊，我们干得开心，你就拍拍手。眨眼睛，呜、哦，眨眼睛，耳朵在哪里？哦，牙齿，牙齿，牙齿，哦，耳朵，哦，牙齿在这里，耳朵呢？耳朵呢？耳朵在哪里？哦，棒棒棒棒棒！恩宝是谁呀？恩宝是谁？哦，你呀、啊？哦，洗头怎么洗？洗头，洗头，洗头，快来洗头！哦，洗头嘞，洗头！哦，洗头！打篮球，打篮球，哦，打篮球。从白天看到黑夜，我的天哪！我们现在先出发去吃大排档，千岛鱼的千岛鱼的湖，千岛湖的鱼，我来了。整个千岛湖最大的桌就是我们的桌了。这个很好吃，这个是醉虾，虽然惨无人道，但是很好吃。嗯，这个是他们的特色胖头鱼，鱼头，还有一个小朋友赖着这个东西不肯拉，是不是？啊，这是你赖来的这个玩具，对不对？就要，是不是啊？里面是尤尼克，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尤尼克？奔波一天，我们终于到了。我现在并不是到一个幼儿园，我们到了我们的民宿哈。这个民宿不咋地，但是唯一是这个儿童的游戏室还是比较好的，比较适合这种亲子游。房间的其他地方，我明天再带大家去看吧。嗨 ，Hello， 是不是妈妈？妈妈，哎呦，你现在已经变得土匪了，就是早上出来是一个样子，晚上就变成这个样子。你像幼儿园老师，你知道吗？我就像，我就是。哦，滑滑梯是吗？是不是滑滑梯？是不是？是。我也。哦，妈妈，加油！哇，厉害厉害！加油加油！两人比赛啦，滑滑比赛对不对？嗨。Morning， 大家。后面还有我的影子，然后还有这个小白兔床这个民宿啥都好，就是隔音太差。因为我们这次是很多小朋友一起来嘛，所以早上6点就小朋友去那儿，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幼儿园，你记得不？就去那个幼儿园里玩了。然后就除了在武汉吃早饭以外，就没有那么早起床过了。But it's okay， 耶、yeah ，给你们看这风景哈，我们在一个水凹里边。哇呀，我们就在这个水凹里。啊，说好的湖景房呢？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小白兔床，金童玉女啊，别的小朋友和恩宝的对比，我们是来游泳的，
头上全是汗，哇哟。最小的 K 歌选手，来子在最小的小宝贝，哇，大厨们，哇，来吧，哇，炸鱼正宗的，就是买的，真的是钓的，就在这个楼下这个地方钓的，这个、把我的脸打得死死的，我要不要？我要我要。Amber， 把我的脸打得死死的。多多要不要三张？气球给爸爸先了。对吧？他不肯，来，这给你，这给你，宝贝，这给你，这给你，这给你，他非得把气球给拿着。气球给爸爸呀，放着、啊，放着，放着。不行，就让他。我操！又做了我们的拿手菜，与朋友们分享，好官方啊，你知道吗？这个确实有点难做。是的了，我做了一整天呢，这个。摸令大家千岛湖之旅的第三天，每天只有早上的时候能够这样正式的跟大家交流一下哈。好，我们今天可能就会出发去景点玩一下吧，还有他爸爸继续去钓鱼，希望他钓上一条鱼哈。昨天是一条鱼都没有钓上，他也不快乐，我们也不快乐。宝贝走了，我们宝贝要在大排档了嘞！今天的发着光，明天的他的光，今晚带我到有思想的地方去了。Let's go。哦，这个地方捡到宝喽，还有毯子喽，可以买的哟，我会拍到你的。正式开始了，哇，那个好像好一点，我操，但那个有点像滤镜。在我后面。对，我跟你讲，刚刚那个料是这样的，真的唱的还不错。又不得文化朋友，又不得文化朋友。我们现在在等王嘉尔喽，还有20分钟。如果下面有男生有梦想，以后当一个 rapper。Don't know if you
现在赶紧逃出去，因为待会儿就会叫不到车了，赶紧撤撤撤。哇，王嘉尔太帅了吧，我的天哪，怎么会这么帅呢？你现在相信了吧，他就真的帅，你知道吧？你服气不服气？服气就好。Morning 大家，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看房咯，又要开始我们的看房日记。今天本来是约了两套的，就是上次那个我们想再去复看一下，然后再加上另外有一套新的空出来了，就想说这两套里面就选择，如果说新的这套不好，我们就选择那套算了。想不到那套房昨天就被租掉了，我的天哪。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看了这套房更好，你觉得呢？希望如此啊。是的。然后今天还是一个雨天，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要快点把房子确定下来，然后要快点开始这个装修日记，很期待就是今年会做的这件事情，觉得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激情。看房日记，然后空房日记，装修日记，后期的这些软装，还有 house tour 等等，我们就会拍一个系列的视频。Hello， 我们已经看好了。刚才中介在这的时候，我不敢吐露我自己那个欣喜的感觉。这一套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另外，我们看的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看好的那一家，就是我们斜对面的位置嘛。然后那一家的缺点就是院子特别小，然后里面也会比较挤。虽然户型一模一样，但是它就是走廊也比较挤一点，然后客厅也会比较挤一点。但这一套就完美解决了那个问题，并且它的院子要大好多，然后朝向好像也要好一些。Oh my god！我希望我可以租到这一套房子。冷静一下，赶紧走，万一还有摄像头呢。看出了我如此开心的这个表情，不行，赶紧走。Morning， 大家，五一假期的第五天，我们开始工作啦。现在呢，大家是在拍香氛系列的新品，然后我待会儿是要上场拍一组618的海报，然后这次从6月1号开始，我们会参加儿童基金会的一个宝贝回家的活动，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去一点正能量，然后希望可以呼吁到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些公益的活动吧，反正就是自己能够尽自己一份力那种感觉。对，然后6月又是儿童节嘛，然后就很想做一次这样子的活动。到时候具体什么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或者是天猫店的首页，到时候都会去公布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式。对 ，OK， 那我就先去拍照啦。OK，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拍掉的一些照片，我们新品期待吧。新品香氛线的，这一切拍的挺好看哈。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要拍的照片啦。我手上拿着小佳的尸体，刚才竟然被小姐夫摔坏了。秀佳跟了我3年，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你摔坏你的小飞就算了，还把我的小佳给摔坏了。你看，换个新的不好吗？他都不能瞑目，你看他不能瞑目了，他的眼睛缩不回去。反正我们的设备不坏都不会换。前几天还把我的稳定器摔坏，不是摔坏，他竟然用充电宝去充我们的稳定器，然后就死了，就脑子就烧坏了呀。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吗？替着我的小家，好可怜呐。摔了一下就这样。而且还比较矮的地方摔下去，就椅子掉地上。我们现在回家接了宝宝，然后我们要出发了。宝宝你好黑哦，他从千岛湖回来真的超级黑。你的叔叔掉了是不是？来，翻翻。
咦 ？Why？ 要不得人下去，为什么？哦，去不去下午茶？啊、哦，去不去？你去喝下午茶吗？去不去？去。哦，你真的好黑哦。哦哦哦，你还不黑不黑，好。哇，我宝贝最爱的项目打羽毛球，他超喜欢看的。我们现在要去滑梯的地方，对不对？哪里滑滑梯？开心吗？超级奶爸啊！我们车车停在这里，停车，停车，开始游戏，下车啦！要不要下车？要不要玩滑滑梯嘛？要不要玩滑梯啊？要不要？哦，有我反应过来了，哦。来喽！预备，走！过了。就鞋子卡住啦！哎呦哎呦哎呦，我们厉害得很嘞！哦，自己走了嘞，是不是啊？自己走了。我们往这边，往这边。啦！再来一遍好不好？强制的给宝宝点了一个意大利肉酱面，塞进去，好吃吗？全部吐出来。他应该是觉得好吃的，他只是咬不断。我先打算带他去超市。小朋友最爱逛超市的，对不对？要不要去？要不要？哦要，哦要要，要不要？哦要要。Amber。就要放楼里面。哦，看我手，手，一，你妈真的是广场大妈一样，现在这个姿势。音乐节辣妹转眼变成了广场舞大妈。我最近超级超级喜欢吃那个水牛奶酪，小红书上太火了，又是被小红书疯狂种草的。然后我今天去超市买的时候就是没有找到水牛奶酪，然后店员跟我说这个跟它味道应该差不多，果然完全不一样，但它也不是很咸，我刚刚尝了一下也还是不错。不过好消息是我已经在网上哈找到了一家可以卖水牛奶酪的这个外卖，新兴超市超级多这种老外餐的食材。但它还是很好吃的。今天就是疯狂想吃奶酪的一天。哇，这鱼的味道真的是太绝了，就那种很纯粹大海的味道，就那种大海原味。对，
然后最重要它里面那个什么迷迭香啊百里香是不是，嗯，那个味道特别的好闻，就是特别纯粹的那种感觉吧。嗯，是不是这个味儿？嗯，就这个味儿，我天啊，就这个味儿。而且你得把它烤到比较老一点。对啊，还有那个味儿，不然有水分的话。I want issue.一扫空，还有个尾巴。嘟嘟嘟嘟嘟，太好吃了！现在几点钟啊？11:59，我马上要到12点钟了。我就是那一种看到00:00的时候，心里有点紧张的那种人，不知道你是不是哈？又到了眼神迷离的时刻。对，我待会儿要去卸妆，然后睡觉了。然后这一期的安妮日记也就先到这里。今天那个房东给我们报价了，对吧？太贵了，真的太贵了，所以我们就打算还是跟他再谈一谈，因为毕竟我们要装修嘛，就投入很多钱，不知道这个房东会不会有这个兴趣。但是这套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喜欢，突然有点啰嗦了。还有就是我这个美瞳，还我发现真的蛮舒服啊，这是我第一次戴它，就是那个 Moody 那个牌子，最近好像挺火的。然后是我妹给我推荐的，也不是她给我推荐了，就是我俩去逛那个画眉的时候，她要买嘛，然后我就顺便也买了两盒试一下，真的戴了一天都不干，我是那种眼睛特别干的人，然后这个还是挺舒服的，棒棒。那这一期的安妮日记都到这里先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See you next time.